来看一下啊，咱又来到这个山东这个小狗市哈。老板，你这个狗有啥才艺吗？展示一下来，展示一下。路不太好，说的哈。这是个小公狗哈，会站着走路哈。怪厉害的这一个，这个品相长得还可以哈，你看，来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哦，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啊，3800。哎呦，我快走，我快走，哎，忒贵了，你这价格忒贵了呗，还3800。你走我也不拉你。我走了你也不拉我，你留我吃饭呗？不留不留，我还回不上饭嘞。哎，最少多少钱？不跟你开玩笑了。最少啊，还有啥最少的呀？你说你让200，你能让2000不？让2000，1000吧，我能做。白给我，我不是来给你抬杠的，老板。你说让200，那那么做，让3600，谁买这？哎，我说实话，3600我能买个二手轿车了。那你买去吧。我买去吧。轿车你给我说这个最少多少钱？3000以下能拉不？3000以下。3000以下拉不了。啊？3000以下不了，拉不了就没法拉了。2700还差不多，最多这个叫。这几岁了？这个是11个月。才11个月，牙齿都……你不要看牙齿，你要看它的磨损度。磨损度啊？吃冷食吃热食，你看它牙间磨损度。也就1岁多了，我看也1岁多了。哎，你说个最低，说多少钱不卖多少了？对不？给我了，涨200块钱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你要想卖呗，你要想卖，我也想卖。你说个最低价多少钱多少了？低于3000不能聊，意思就是3000能卖是吧？意思3000能卖。小公公哈，他说11个月了，也得1岁多点啊。小体的，这还小体啊？那50多厘米了还小体啊？两扎还算大体吗？两扎还算大体吗？行，这属于小标体啊。对，小标体。行，低于3000不聊说的。看这是腊肠啊，腊肠也不孬，抓老鼠的小腊肠，这个颜色正宗的很。这是红棕色的哈，这是红棕色，这是你的吧？这多少钱呢？800一条腊肠狗啊，基本上都在这个价格，800左右哈。会讲价的就是500，不会讲价的你也得看品相，像这个差不多600块钱能拿走哈。打几厘米苗了？3厘米苗了哈，能抱出来看看没？能。抱出来来看看，真正的腊肠身子特别长。我看它的身子，看它身子。看他身子，老板，你看这身子多长，你这样都看你手了。你看，他拉上这个皮肤啊，油亮油亮的哈，锃亮。少多少钱不卖？少700不卖。少700不卖。纯种的腊肠，这是母的，有公的吗？哦。这是公的吧？嗯。看有没有喜欢小腊肠的哈？以前这个腊肠特别火，现在这两年。买它的人比较少了哈，慢慢的都走出这个粉丝的视线了哈。行行行，差不多600能拿哈。这个长不孬，纯种的哈。咱来看看啊，这边都是小泰迪、小博美，俺不看小博美了。我看这边，走，这边是比格、黑拉拉，这几个边牧不错，这个漂亮。这个也漂亮，都没这个最好看。这几个都是金色边牧哈，这个漂亮。我问问价格，这谁的边牧啊？多少钱？哦，这边牧还要1600嘞，你怪狠嘞。边牧哈，它这个金边1600啊，品相可以的哈，能讲价哈，想要的话能少个几百块钱，估计哈。1600哈，这是母的哈，咱看这边，这边还是金毛，这边还是小博美，这边的金毛大了哈，这边柯基哈，看一下柯基月份大了3个月，品相不太好，这里边的马犬可以，我早上就在他家拿了一只马犬，这个边牧不错，这个边牧是你的吧？哎，刚才那没有边牧，买马犬的时候没有边牧。从家里送过来的，我是带过来的。这个是啥家的？这个。这个。嗯。
这个800。800，公的哈，疫苗齐全了哈，公的。保一个月。保一个月。牛逼不？牛逼牛逼，保一个月哈。谁敢给你保？他的马犬，咱拿了一条，是500块钱买的哈。真的。我一会都带走，我都检测过了，健康的，就这一只啊。小马犬发到是宁夏固原市啊。你的马犬真是打两针疫苗了是吧？对，打两针疫苗了。这个你放心，你正在拿我的包。这个边牧最少啥价，大哥？啊？这个边牧最少啥价？最低啊。啊，你说个卖价行不？最低。啊。680块钱。680块钱。疫苗是做齐了，少一分都不卖了是吧？好嘞，好嘞，那行。它这个边牧就这里没通开哈，但是品相是可以的，脸还比较可以哈。通开了最低1000日。看看。就这一点，通开了就得最低1000日。对，通开了都得卖到1000左右了哈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哥，他家里边还有小鹿犬、斑点狗狗啊。到这里吧哈，天太热了哈，关注一下。